这边很酷吧？我们之前有一栋可以进去，我们早些可以进去的。以前这里宿舍真的这么大吗？很大。没事，你们继续啊。南走南走进来。对呀，面冷，然后凉爽爽。大日出街，它可以这样子走路散步的。阿丽，这个车面好，我们那里可以。是不是美团的有？美团一定有。那我可以租吗？可以租，美团一定有。广州市天河区。真是，你又不是我。所以我扫微信就好。微信，微信扫描，什么都微信打开扫描。佳佳，扫一扫。对，我微信没钱。租啊？那你用支付宝。不要了，拒绝。用我的。右上角关掉。没关系，让他用一次。这一切尽在视频当中。扫一扫。扫一扫。OK OK。我是第一天来中国的，第一天来中国的中国小姐姐，允许什么都允许。你一定要允许吗？啊？啊，要绑电话号码。你没有电话号码。哇哇哇哇！还是李点扫。李点扫一定可以。你有电话你就过来了。李点有电话吗？他们有号，他们有厕所呀。这里当然没住人啊！我他那个是办公的，好吗？那是办公的，我刚刚去看了。你们先租，租好跟我说。
莉莉，你看，你看那边有人跟你一样的发型哎。刚好。看到没？很少见，很少见，很小众哦。年轻版莉莉。等下再来好了，这个。